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TVBS 有公布最新的民调，我们来看一下。虽然是所谓的最新民调，但是它施作时间是上个礼拜一到礼拜三，也隔了一个礼拜。那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卡神的事情是从上个礼拜二开始的，那真正发酵可能要到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所以这份民调是不是有受到卡神事件的影响，现在可能要打一个问号。但有一件事情一定有充分的影响，也就是盖民调这件事情。韩国瑜在11月28号到11月29号告诉他的支持者，如果接到民调电话要答说他唯一支持蔡英文，所以一般预料说认为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应该会大幅的增加，韩国瑜应该会大幅的下跌。但是因为实际上很多韩粉说我真的讲不出我要支持蔡英文啊，讲不出来，所以有的人也许就不答，或者是他去讲支持宋楚瑜，或者是就拒答，有各种不同的状况。总之 TVBS 最新民调状况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最近这三次蔡总统上一次做的时候是11月15号，上一次做的时候是11月29号，最近一次做的时候是12月4号。那上一次上一次蔡总统是 45% 到 46%， 感觉变化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最近这两次总共就增加了 5%。 韩国瑜呢，上一次是 37%， 大幅的跌到了 31%。 那现在两次最近的只有微幅跌了 2%， 所以到底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个就不知道。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交叉分析的部分。先来看一下年龄的部分。一般我们的认知里面，20到39大部分是支持这个蔡总统的，所以20到29岁蔡赖配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韩国瑜也没有太大的变化，30到39岁没有太大的变化，是那个韩国瑜部分有增加了 5%。 40到49岁、50到59岁一般的民调里面认为都是对韩瞻是比较有优势的，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变化了。韩国瑜的这个支持度从上一次的 35% 变成了 32%， 蔡总统从45变成42，还不是那么明显，不明显。但50到59岁呢，也有一些变化，从41变成37，蔡总统的增加非常多，从36增加到45%。那在长辈60岁以上，蔡赖配的从36变成47，韩国瑜的从37跌了10%，所以是不是在长辈有一些影响？长辈真的有听了韩国瑜的指令，所以唯一支持蔡英文，这是大家疑惑的。那另外一个是政党倾向，民进党政党倾向，哇，它的集中度更高啊，更高。如果你政党倾向是民进党的，支持蔡赖配的变成了96%，哇！这个有史以来最高一次，对，最高拥护啊，唯一的领袖哈。韩章从原本还有1%变成0.4%，所以是不是唯一支持蔡英文真的有发酵？另外一个变动也蛮大的是在国民党的部分，国民党的支持者投给蔡赖的从6%变成15%，韩国瑜的部分从82跌到76，感觉是有一些变化。那最特别的是中立的部分，中立的变化也蛮影响蛮大的。蔡赖配一口气增加了10%，韩国瑜跌了大概5%左右。那其他的部分我一直不懂其他到底是什么。总之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微幅变化，但是好像又不是那么动荡。在 TVBS 民调里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域的部分。地域的部分其实只有桃竹苗变化最大，其他大部分都大致相同。桃竹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韩国瑜国民党比较有优势的，可是从这三次的民调里面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韩章呢从上一次的47%变38%变到23%，蔡总统从33、36陡升到56%，这个太异常了，不太寻常。其他的区域大致都相同了。那政党的倾向，因为大家一直说国民党是不是跟民进党黄金交叉、死亡交叉，可是最新的民调显示，其实真的是相差不远的。这个上一次的时候，国民党拿到31%，民进党拿到24%，这一次呢，国民党拿到29%，民进党拿到28%，所以在政党票的部分是有一些变化的。那你怎么看？我们现在到底这个盖民调之后，真的有明显的效果、明显的影响吗？我觉得至少在长辈那边哈，我觉得出现了一个效果，出现明显的一些影响。你看，包括在50到59，还有60以上那个部分，蔡英文的支持的增加的幅度特别的高，特别的快。那这个礼拜他有没有做出
什么样的措施对长辈影响特别大？没有啊，没有啊，所以发生卡神，对，那卡神基本上还不见得那么明显，而且长辈应该是对卡神是很有感的吧，而且是负面的感觉吧，但是反而它增加，所以显然，虽然这个骚扰对方民调的这个功能呢，显然是达到了。哦，显然达到让这个民调调出来说，哎，让我的怎么突然长辈增加这么多？哦，那显然他韩国瑜讲的话这一块的部分有听进去，啊，有听进去。那至于像其他年龄层的部分，看起来好像并没有特别的。并没有特别的一些影响哦，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这个自主性也比较高，但是我在刚刚看了，我一直在想，当我去答的时候，或是我刻意去答蔡英文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政党支持度的问题？哦，会不会影响政党支持度？我所以说，哎，我既然我已经哎伪装了，我就伪装装到底吧，我就怕我伪装到底，所以政党票的部分，我们来看最后一张，对，政党票部分感觉好像就有你说我支持，哎，假设我从24。从31变24到28、oh. 你看过去啊，当然这个有关于不分区的议题会困扰不分区的议题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在这一段时间，应该是这段时间影响最大，接下来应该就没什么影响，对，在7号到15号影响最大，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这个回答方式事实上也影响到政党支持度的那个比例啊，所以我觉得韩国瑜这一招啦，我觉得是一个奇招，真的是一个奇招，而且达到了一个骚扰敌人，然后让对方在数据的判断上面可能会出现很大的一些问题。今天苹果日报他们声称哦，说他们其实可以排除干扰，他们说其实有一些设计，比如说前面先问你 A， 好，然后面设计问 B 的问题，就可以发现你有没有说谎。如果你说谎的话，你就这个不是有效的样本。可是我有个疑惑，就当你在抽样的时候，这一些韩粉他被列为不是有效的样本的时候，不就看不出来了吗？对啊，我觉得那个他的逻辑有点奇怪。他说这样子不可以排除干扰，可是你就是被干扰啦，已经被干扰，就是被盖民调啦，母体已经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之后，你能够再去按照那个数字去讨论的话，那本身就出现很大的差异。那苹果日报他有一个最新的民调，这个韩国瑜其实昨天接受专访，他特别先讲一件事，他说民调跟抹黑是民进党里面打选战的两只手，他现在把他其中一只手打断了啦，只剩下抹黑了啦。所以民进党现在只能靠抹黑来做选举。那包括苹果日报还有联合民调，苹果的是最戏剧化了，他其实上一次说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有受到盖民调的影响，所以上一次蔡总统从上一次的42%就陡升到51%，好，那最近是50.8%。韩国瑜的话呢，连续三次下来已经跌到15%，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动荡。联合报也有一些这种倾向，蔡赖配增加了3%，韩张配的话一口气跌了9%，是不是真的有影响？以后这个民调就没有参考价值。我们现在连线杏仁哥，杏仁哥你好，哎，耀宗你好，哎，思刚你好，你好，杏仁哥，苹果日报宣称说他们还是有办法排除这一些所谓干扰的因素，但是我觉得逻辑上我有点听不懂啦。你既然把这一些你认为是这个要干扰民调的，你把它排除掉了，那等于说你就把韩粉排除掉了、啊，那还是受到干扰啊？苹果日报的说法到底说得过去还是说不过去啊？那个说不过去了，现在整个民调都大乱了，连陶朱淼那个最支持韩国瑜的民调都降了，怎么去查、啊？我觉得民进党已经玩过头了啦，干脆我们就。看掉了就直接盖牌了，所以真正的民调就是走出来的那一群人以及那个支持度啊、热情度啊，那个才是真正的民调了。因为很多韩粉从来没有接过民调，那这很多家媒体，包括很多家报社所报出来的民调都是有误差的，那到底是哪一家准？干脆这样盖牌，反正民进党现在就是喜欢用民调、用抹黑。用民调来操作这个政治的选情啦、啊，所以干脆这样，你查没出来啦，不要再玩了啦。这个玩这个民调都是他们在做，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就是绿媒，包括这些报社，全部都好像是很偏颇的支持蔡英文那边，那干脆就不要玩了，就给你们最高的民调。对，信仁哥，这样听得到吗？听得到，听得到。
好，可是会不会有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真的以为说这个是真实的民调？好，就怕有些人搞不清楚状况，看到这个就说哦，原来真的这么糟哦。那像是海外的啊，或者是这个台商啊，就会说啊，那我也不用回去投票了，不想投了。会不会有这种状况？其实哦，你说没有哦，也是骗人的，骗人的啦。其实是难免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宣传这个暗号，就是说。民调唯一支持啊蔡英文，现在很多海外的朋友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如果没有接到这样的讯息，其实难免啊。可是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啊，因为现在的民调都好像是他们在操作。第一，他们就是把网军的这一些哦导风向的这些文章。拿出来新闻做报道，拿来政论节目把它放大，用媒体用那个名嘴来把它扩大，就用标题直接要抹杀韩国瑜啊！这一招哦，已经看透了啦。民进党执政哦，二三十年来，有哪一次选举不是用奥博，不是用奇怪的博索？所以哦，我们觉得说这个盖牌啊，是最好的办法啦。大家哦，1月10号。到1月11号一拍两瞪眼，谁的票最多啊，谁就胜。因为事实上啊，民进党执政了啊，这三年多以来第一次国会过半完全执政，那这样也好啦，让我们可以看清民进党的无能啊，以及霸道啊。你看我们那么多的立法委员到过。那外交部去竟然就像报名一样啊，派出了500多位警力来，你要对待谁？这一些都是我们民意的代表，哎，是我们票投出来的代表，哎，你们居然把它当成报名？那如果要这些庶民来出动好吗？因为我们要知道真相啊，老是用你们民进党的这种两套标准，这个是民进党的标准，像邱毅颖过去。也是在法务部踹破门，我们有说什么吗？那你们要展现你们的民意以及权益嘛？可是现在你却要把它导风向，导向说林玉珍那个都是假手假伤的，那是假的，在演戏的，那个是呼吸不过来啊，那个傻瓜都知道啊。所以我觉得啊，民进党你不要玩火玩过头，因为事实上这三年多以来。很多百姓啊的声音啊都已经传到我们的庶民耳朵，他们都说没有生意啊，然后生意也不好，工作也不顺利，这个都是民怨。那既然你做的不好，我们批评你，你们要多多包容啊，包涵啊，而不是找一些借口理由来搪塞啊。不好意思，我要打岔一下，信仁哥，这个有关电视辩论这件事情啊，韩国瑜昨天特别讲到说。他觉得共襄盛举很好啊，但是他不懂说为什么一定要三立来办，至少要把他道理讲清楚嘛。然后包括罗志强说啊，现在既然有中天 TVBS 三立公视愿意来办的话，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协商共办呢？蔡总统被问到的时候说啊，没有啊，三立之前就办过啦，我们没有特别偏好啊。可是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哎，为什么非得要三立不可，特定的媒体才可以？你怎么看？偏偏啊，我就。坦白讲啦，三立是抹黑抹的最严重的啦，而且哦、喔，我觉得说他们还是希望三立可以来办，然后之后呢，我们已经看破了，之后呢，这些争论节目啊，再来见缝插针来讲啊，你看韩国瑜讲的话，你看都不死，因为他们要整理嘛，那为什么他们不用其他的台？好吧，现在这样好了啦，我们干脆哦、喔。就来抽签，是一起办，这样是最公平的。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哦？我们大家都公认绿媒啊、三立啊太偏颇了，而且啊、哦、，NCC 也不对他开罚，这个是明显的政治的包容他、啊，哦庇护他。所以啊、哦，你看啊，他就直接点名要三立，因为他好像有一个保护伞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哎呦，民进党啊，真的是。
真的是有够差劲。现在哥，那我要问你一件事情，你气到都讲不出话来了。那这个韩冰哦，大家希望说最后的阶段，韩冰很擅长那个网络的这一块，所以啊，这个昨天赵少康赵先生就问到说，韩冰为什么今年还不出来浮选呢？韩国瑜说有情治单位的朋友告诉他，只要韩冰一出来，一定被抹黑。他说被抹黑怀孕了，但是他说没有怀孕啊。他说每个月都会来，我怎么会知道他没有怀孕呢？好，那会不会担心？一方面又希望韩冰赶快好好帮他，可是又不忍不舍啊。真的，我们一直以来啊，都希望韩冰可以赶快出来，因为我觉得韩冰哦，那个真的人气还蛮高的啦。可是因为哦，我觉得抹黑哦，已经是民进党的招数之一，因为他没有抹黑啊，他说他怀孕可能还刚好而已啊，可能还有更恶毒的会讲出来啊，因为没有事情民进党做不出来想不出来的，你看网军啊私烟啊什么样样都来，连那个不都可以把他大的那么整天只会抹黑韩国瑜，只会蹭韩国瑜。那你看啊，他政治端不出一把好的牛肉，他在选举只会用一招啦，两颗子弹啊，假录音带。新人哥因为在高铁上面讯号并不是很好，好像有点定格的状况。新人哥可能，新哥又回来了。新人哥不好意思，刚刚有点定格。对，收讯不太好。好，新人哥的讯号可能真的不太稳定的，新人哥又回来了吗？新人哥你好，新人哥，你刚才讲说两颗子弹啊，假录音带，然后呢？对，民进党只会用这样哦，直接抹黑对手，抹杀对手。他因为他执政，他真的不会执政吧？啊，用这样的选举方式哦，比较快啦。啊，然后又打出同情牌啊。那你看啊，每次爆出来的时候。结果投票他们赢了啊，结果事实上呢，左陆工也是假的嘛，那两颗子弹疑虑从那个疑云重重嘛，那录音带也是假的嘛，什么都是假的，其实民进党只会骗呐，啊，讲那个都直接够受气的啊，你除了要骗人民骗选票，啊，你到底也要照顾人民无？你也要照顾选，进来阮家。我刚刚都没有啊，其实哦，国防外交一塌糊涂，我们都有在看啊，民进党外交剩下归啊，你们被孤岛啊啦，搁想要做台湾国啊，台湾岛啦。我讲这应该政治，只要你提得出好的政策，如果你实行得好，真的有改善，有变得比较好，我相信韩国瑜哦，也不会惹起这本漩涡啦。我选民的眼睛都是这个雪亮的啦。谢谢新人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对啊，新人哥拜拜，拜拜。韩冰被抹黑，说她怀孕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不对，我都听了一个乡野传说，在留言已经很久，就说哎呀，这次总统大选，怎么韩冰都抑制不出来？哦，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是不是她怀孕的？就是从这个谣言从这边开始黑的，那么喜欢说他是啊，我觉得黑的很无聊啊，这真的很无聊，然后还这样绘声绘影的如何如何，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像这种黑啊，说什么那个韩国艺人防弹衣什么对，然后也是因为韩国瑜要到高雄不让他们来唱，但完全就没有的事情，是而且是年轻人一看就觉得，而且现在很多是标题杀人啊，只看到一个 highlight 一个标题就说啊，哦，原来这个就是人就是你杀的。